许多感染新冠病毒康复后者表示，脑雾 （brain fog） 是经久不退的副作用。不过，有人却指出，在施打疫苗过后，脑雾和疲劳症状有了大幅的改善。I could focus. I could see. My sinuses cleared up. It was wonderful. And also, the fatigue lifted. Rebecca Neff 表示，自己的所有症状都在施打完第一剂辉瑞新冠疫苗后有明显好转。不过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结果。在调查将近700位感染后康复者发现，有39%的人认为脑雾等后遗症在施打完疫苗后都得到了缓解，46%的人却表示没有任何变化，而15%的人则指出后遗症更加严重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